我是兔子，我现在来到了东京，日本桥高岛屋的宝可梦中心。啊，今天要在这里一起去逛哦，赶紧出发吧！门口展示着宝可梦历代游戏画面以及当时的游戏包装，对宝可梦玩家来说，满满都是回忆。日本国内共13家宝可梦中心，各自都有当地限定的周边。既然来了，怎么可以空手而归？快把你喜欢的宝可梦带走吧！隔壁的宝可梦咖啡也是宝可梦迷必去地方，必须网上预约，一般要提前1个月哦。除了固定的菜单，期间限定菜单也不能错过。店内可以买到限定周边，而且还有机会偶遇到真正的皮卡丘。今天要试吃万圣节特别菜单，然后现在要来试喝这一杯万圣节推出的耿鬼版的莫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不好，卡哇伊。接下来是这一杯可卡亚的咖啡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是可以选择不同的宝可梦，然后印在上面，一共251种宝可梦，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宝可梦喝下去。好大颗，弄得咪哟，叫叫叫，然后来了这一道主菜。的皮卡丘特别菜单，可以看到很丰盛，有意面，有鸡蛋。这个皮卡丘不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，我很好奇。我要一块一块，一口一口把它吃掉。腮红开始，萝卜，しかも生の人参です。メガラ，やばい。海苔，努力努力。还有皮卡丘的卡哦，可以吗？ごめんなさい、皮卡丘。啊，是蛋包饭。啊，所以这是有蛋包饭、炸虾，然后还有一些炸鸡块、什么牛排、意面，还有青菜、蛋。我真的好丰富哦。